由义爱补助的单位光之艺廊于6月17号在台中文创园区举办第五届艺术创作颁奖典礼烛光现场，并展出联合的创作。因为光，我看见了前方的道路。光的世界里没有黑暗，这就是光之艺廊最主要的目的。我们台湾新兴当代艺术发展协会非营利组织要举办一个这样子大规模的活动，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经费，也是因为有义爱这边可以愿意支持我们，我们才敢大声地说我们要来办这个活动，永续的做下去，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找到他们的喜爱者或者他们的捐助者，这样对于社会对于这些努力创作的人都有很大的帮助。活动当天虽然场外下着细雨，但在场内沉挚的感人氛围让所有到场参与的民众都纷纷感受到温暖。活动将展出至7月20号，义爱邀请大家可以前去欣赏这些艺术的创作品，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也欢迎您加入义爱，照亮更多的社会角落。